7月10号，陈赫更新微博晒出一张女儿的小脚丫照，向粉丝问早。小宝宝的小脚肉嘟嘟，他用两根手指扣住大拇脚趾，画面十分有爱。网友看后纷纷留言：“炫你狂魔，陈赫上线啦！早丫就知道晒小脚丫，小胖妞早。”7月8号下午，陈赫在微博上晒出女儿照片，并暖心配文：“我保护你。”照片中，陈赫头戴鸭舌帽，一身黑色运动衣，横躺在床上。不满一岁的小公主则头朝床位，用肉肉的小手抓着肉肉的腿。陈赫用右手托举着女儿，眼神温柔，父爱像照射在床上的阳光一样向女儿倾泻。陈赫第一时间抢了自己的热评，评价女儿超级可爱。网友表示赞同：“比你可爱多了，可爱的不得了，妈妈想亲一口。”马上，陈赫又怀着掩饰不住的骄傲心情，在评论中继续写道：“其实大家都会爱发自己孩子的照片吧？这一次，网友并没有给面子，大家，我才16岁，没有孩子，我还是个孩子。”当然，网友在调侃的同时，也给予了祝福：“肉肉的脚脚好可爱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，小公主健康成长。”